食咗喺個位，係啊，係一小時。哦，佢落得好快，因為個原來係佢個時間快好多。因為今日有呢個本世紀最長嘅月全食啦，咁咧仲可以涼住冷氣睇咧，我對我嚟講係好吸引嘅，所以冇理由唔睇啦，係咪先？同埋本身自己都對天文有啲興趣嘅，所以亦都導致到我今日係會嚟呢度去參加呢個活動。古時的中國人，他們就未必去那麼理解這些天文現象的發生，那在一些日食或者月食的時候都好，他都會幻想一些神話傳說，然後去將它擠進去裡面。Thank you.